今天接下来时间看看能讲多少，我们就先介绍多少啊。介绍这个蜂场，还有个人养蜂的操作器材。你要养蜂，你就开始要添购这些操作器材。什么地方可以养蜂？什么地方可以养蜂？不需要特定地点，这个让大家就很安心，对不对？不需要这个山穷水尽啊，到处去找什么桃花源。当然有是更好啊，但是也不需要说那个可以啊。但是你挑的位置啊，它的位置要避免啊，不要去扰民啊，不要去影响人家住家。就不要去干扰路人或住家，还有人家的田野的活动啊。因为你可以想象，你这个去扰民的话，一定迟早会被抗议，一定迟早被抗议。我有一个同事他本来也养了两箱，在他四楼的阳台。养了搞不好一个月不到，就跑来找我。他说：“哎呀，他的对面的这个房东，对面邻居，对面的住家的房东抗议两次，所以他没办法再继续养。然后来那两群就再搬过来交给我。所以尤其我们城市养蜂，对不对？假如说你。”没有一个安全的地点，你真的是没办法在你住家或者附近去养蜜蜂，因为大部分人对蜜蜂还是有恐惧感，对不对？大部分还是会害怕。好，第一个不要去干扰到别人然后叶片浓密的树下。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在四面八方完全遮阴。你看这个是浓密的树下就意思就是说，它完全都阳光照到这样也不好。那要是有参差的阳光投射，那个是 OK 的所以你看位置选择多简单，对不对？就是不要去扰民还有这个不要养在室内不要养在室内然后再过来蜂箱不要接触地面这个很重要一点，避免潮湿蜂箱不要接触地面。那不要接触地面最基本的做法，而且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有个支架那支架你可以定做啦不然就是很多人用这个什么空心砖或者菜篮塑胶菜篮等等那个都可以代替这个避免潮湿很重要你一潮湿，你的蜂群一定养不好，一定养不好，而且有很多像白垩病那个比较因为潮湿引发的真菌性的疾病最容易发生所以这个要避免潮湿。好，再过来西北面有围墙或者灌木的防蜂林这个我们是在北半球所以西北部这个主要就是防止秋冬的寒风所以你要等一下我有些图片大家这边看一下所以西北面当然假如说有房屋阻挡，那当然就是围墙的意思不然就是要有这个树林就在你的西北面挡住这个寒风主要是这个意思。然后再过来蜂箱出入口要避开墙风你只要在蜂箱前面就可以感受嘛，对不对？假如说一直有强风吹袭，那这个房屋就要稍微调一下
那再过来，风向的出入口要朝向东南方，东南方，这什么意思？就是只要意思就是说，太阳一出来，蜜蜂就可以感觉到，可以很早就换出采集，啊，所以开口要朝向东南方。啊，另外，其实朝向东南方也比较温暖，对不对？啊，对风情的健康也是有帮助，所以这个是朝向东南方。好，最后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清洁的水源，要有清洁的水源。这个很多那个所谓宁夏养蜂，在森林里面养蜂，结果它没有水源，那这个就很伤脑筋。除了蜜蜂要去采水以外，你可以想象哦，你在那边操作管理，你一定经常要做一些清洗的动作，对不对？哦，比如说你去采蜜，你手一定会沾到蜜，哦，会黏哒哒，你的工具、你的蜂刷、起刮刀都有可能，所以那个最好有水，也可以清洗一下啊，哦，所以。清洁的水源，这个当然就是避免蜜蜂生病，所以就是这些点哦，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啊，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不需要特定的地点啊？为什么不需要特定地点啊？因为蜜蜂的飞行啊，一只蜜蜂的飞行范围超过30平方公里。我们一般讲蜜蜂的飞行半径大概可以到4-5公里，大概可以到4-5公里，所以它整个飞行的范围大概有30平方公里，这个应该是少掉的。那当然这个有时候你会发现蜜蜂不一定要飞的那么广那么远，尤其我们的意大利蜂，意大利蜂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到了利斯罗林开花，全台湾各地的蜂群都会聚集过来，是不是？哦，他们都是尽量靠近哦这个蜜源植物，这个是一般养蜂的一个认识嘛，哦，蜂农的认识。那这个当然跟减少蜜蜂的辛劳有关，哦，你想看它就近采了就会了，采就会了，说明它要跋山涉水，是不是可以采更多的蜜啊？啊，但是假如说不是那个大流蜜群，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在很广的范围内，只要有一些开花的作物啊，它都可以去采集。好，所以城市内的花坛、庭园、空地内的开花植物，我们现在的都市社区啊，大家都很注意这个景观的美化，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安全岛，或者说公园，或者绿地啊，那甚至家家户户的阳台啊、庭院。都会种了很多这个开花植物，啊，那这个蜜蜂都会去采集，啊，所以坦白讲，它是不匮乏，啊，另外就是森林或沙漠地带，也能够获得足够的花蜜，啊，等一下我会特别讲这个森林里面，啊，那当然这个。你一个地点哦，你可以养多少蜂，这个要看这个开花的植物数量，还有产生的花蜜而定。一个地点可以饲养蜂群的数目啊，这个是要看采集的开花数量，还有产生的花蜜。
所以一个固定的风场，坦白讲不是短时间可以确定的，你一定是要摆个一年，摆个两年，你才知道说，哎，这个风场有没有，就是所谓主要密言、次要密言，主要的密母言、次要的密言，可以供应你大部分的密翁所需要的食物，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当然，假如说能够全年都供应你食物，那这个你就要这个真的是庆天得天补厚。在彰化溪中等一下也会有它的图片那个叫做溪北矿城市密翁这个凤巢。那个长竹是叫做陈世雄，先当过校长，现在叫他陈校长。那他也是中兴大学农艺系退休的教授，农艺系。那他那个西周的庭园，大家知道西周是在平地嘛，对不对？就是浊水溪畔的，离浊水溪不远。所以它那个地方等于是以前的甘蔗园，那它应该是他爸爸留下来的，地方还蛮大的，我去过至少三次，本来我也会规划要带同学去那边参观，但是我看到就是在脸书公告，因为疫情暂停参观。他自己在脸书也都有在卖蜂蜜，当然他那边应该是杂交蜜。他说他自己收了5期，收了5次。最后我不晓得是最后一次还是全部拍出来。他说他拍出来之后，他收了120瓶，120块，反正是那个。700克那一种玻璃瓶装，这个也是他是在卖，他是在网络上卖，而且卖了好多年了，所以我们都很羡慕他的这个蜂场，真的是得天独厚。那这位陈教授，当然我跟他很熟了，我们有机会要去看因为他是在一直在做有机农业。一直在提倡有机农业，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蜂场都完全不用农药，他那边种了很多养鱼啦，种了很多这个果树然后旁边他自己农田，我也去那边摘过那个什么地瓜，我们好大的地瓜，所以他就是很自豪，他是有机农业。提倡者，他知名度很高，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叫陈世雄，陈世雄，脸书上一查我，那他的第一箱蜂群是从我这边，当然我跟凤凰买的，就是经由我这边转给他的第一箱蜂群，那到现在。至少超过60箱，所以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参观就在彰化溪中云梦公园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地点的养蜂的树木蜂群的树木这是你的采集的开花植物数量还有产生的花蜜而定。那你要去试你这里就是要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摆了几箱，当然慢慢增加了你就看看说，你现在摆了2箱，摆了4箱，是不是可以大部分时间它都有办法这个静蜜还有花纹？像班长那个地方，因为我也摆了2箱在那里也是2个季箱，我前几天去看。
上个礼拜，哦，那个花我不少，那蜜，因为我也会留一些蜜给他吃，所以还是有一些蜜。所以我们也在观察，因为也都是近年最近才开始的，我们看看那个地点最多可以容纳多少箱，容纳多少箱。那想好的地点，哎，甚至以后请班长把这个地方哦开放，让大家去乘坐，类似这个意思。好，这个采集行为哦，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持续的选择，就是蜜蜂自己会去做比较哦，就是蜜蜂自己会做比较啊、哦，然后这个就是持续的选择，然后现况与过去记忆的比较，那这些因子造成蜜蜂是否黏固特定作物或者区域、哦、特定作物或者区域。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蜜蜂会特别喜欢荔枝蜜或者龙眼蜜？这个当然就是持续的一个选择、哦、然后跟过去的记忆的一个比较，然后让蜜蜂会去黏固特定的作物或者区域、哦、我们都知道荔枝龙眼蜜，像刚刚这个同学又说它是中药，那我脑海中第一个印象叫中药很多龙眼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是在中疗养蜂，这个龙眼绝对，龙眼蜜绝对可以受得很多、啊、当然蜂情要照顾好啊，所以叫你是搬到雾峰那一带啊，雾峰太平哦，这个中寮那一带几乎都是荔枝龙眼，不是很多荔枝龙眼。那南部，我们刚刚说南部很多地方哦，所以像什么大冈山啊，或者像什么南部有很多哦那个地点，像东山当然也是嘛，啊，还有像那个左镇啊，还有几个名称哦，就在台南以前的台南县啊，有好几个点，啊，那个都是龙眼蜜的一个集中地。好，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蜂场，啊，这是我们新大农场的。以前的一个蜂群、啊、你看这个要大家介绍，就是你看它后面就有背蜂的地方、啊、然后这是大叶桃花心木、啊、大叶桃花心木也是一种蜜源植物、啊、大叶桃花心木，然后这个前方、啊、这个蜂场前方有一条很清澈的小溪流，有一条很清澈的小溪流，然后这个是在雾峰嘛，啊，这边也是雾峰，所以这附近当然有很多荔枝龙眼。然后因为这个是我们新大的农场，所以它在冬天都会撒油菜花的种子，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整片的油菜花田。所以这个也是在冬天让蜜蜂过年前哦，让蜜蜂可以采油菜花的花蜜跟花粉，作为它自己茁壮成长的一个食物哦。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其实我们现在蜂农都是这样，专业蜂农都是在过年前会刻意去采那个油菜花哦，刻意去采油菜花。这个就是要让大家看啊，近距离啊，你看只有一个小溪流，但是这个溪流哈，坦白讲呢，大概这五年来就消失了，就消失了。本来我有百千公顷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就没办法太干了，然后我还是在他们学校啊，我是到。五
是到去年，对，我到去年我才退休，我在从大学教了大概教了30年，我到去年退休。好，这个是我在新大校园的蜂场，哦，这个是最早的蜂场。你看这个是克兰斯门，哦，你看我上面下面铺这个铺砖块，哦，这个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哦，铺砖块，啊，然后请厂商做这个支架，哦，那旁边哈，哦，旁边最早我也是用那个水泥柱，然后搭钢索来架网子，哦，最早都是自己来的。那后来学校才给我经费，我们才有这个所谓吸钢、吸型钢做的结构。那这个，所以这是我在校园里面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工厂，也不多了，大概20箱左右。然后旁边有个侧门，能进去，就是我们的操作室，啊，就是我第一代的，也不算第一代，算第二代的工厂。第一代工厂就在我们旧的戏馆旁边的空地，那根本就没有什么遮阴的，那个有了，就是树下的。好，这个就是我。目前的工厂，啊，目前的工厂，当然，因为我现在退休，我把规模减少很多，啊，我现在大概只剩下，4-5箱还在那边，啊。那这个工厂，其实你可以看哦，我这上面有遮阴，对不对？然后上面还有遮雨棚，啊，有遮雨棚，有遮阴，所以表示什么？我这个是前天活的一个工厂，啊，当然学生在那边实际操作，你还是希望他下雨天想要开箱，还是要开箱，啊，所以我这个是前天活的工厂。那你会看到，哦，这个这边是北边，啊，北边，所以北边整个就是这个做这个西做这个围起来了，啊，然后有活动的拉门，有两个，所以像夏天我就把它打开，但是到冬天或者台风来，我就把它关上，然后这个都会有支架，然后这一间就是操作室，里面有冷气，这个救生应该都去参观过，我们的救生大部分都去参观过。哦，这个是更进一步的距离来看，所以你看这旁边都是水槽，哦，这旁边有水槽，哦，这就刚讲的那个北侧，那这个是唯一的出入门，哦，所以这里这个是在二楼，哦，在二楼的屋顶，那这个地方就是唯一的出入口，所以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上手，哦，比较安全。好，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陈世雄校长他的工厂，他的工厂，所以你看他有单箱、有气箱，有这个所谓自由密的风箱 ，flow high 自由密的风箱。那这个就是我带学员过去参观。这个是在莲花池，啊，莲花池，在那个鱼池乡的莲花池，莲花池那边正式的，哦，当然是跟莲花池那个试验中心，哦，这是林试所的一个研究试验中心，哦，他们现在叫做莲花池。中间叫什么？这莲花池三个，这三个名字。
那他跟丰隆合奏、哦、就是在做灵相朗诵、哦、所以你看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要在比较开阔区了，不能说在密林之下，不能在密林之下。那这个第四首的莲华池，他们开始做这个灵相朗诵，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他在第四首。主导的、啊、所以像这位养蜂的蜂农，我也去拜访过他、啊、这是他的工厂、啊、这是刚看的、啊、你看他还摆了酒店、啊、摆了酒店，那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地方 很可爱、啊、因为他上面摆了一个树枝，树枝，因为蜜蜂有时候会掉在外面嘛，对不对？它可以爬上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在野外都可以这么尝试啊。啊，这是它的另外一个森林里面的养蜂的地点。出来咬的蜜片，当然大家看到那个单向的切片就是这样哈，又油，然后还有又臭，而且这个蜜也还没有完全封盖，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好，这个就是这个蜂场的主人。装备，他说一个好像这个腰带，上面摆了什么风刷，还吊挂起挂刀，啊等等，好像这样，看在野外比较方便。好，我们看最后这一章，啊，这时间也超够了。啊，低海拔森林养蜂的特色，啊，当然不能高海拔，对不对？太高的话，这个意大利人就不适合生存活。哦，一年四季，当然你要稍微挑一下啊。一年四季有多样化的蜜植物，啊，你看这有苦楝、白鹫、乌鹫、白千层、光蜡树，当然有桃花心木、大花旋风草、厚皮香、琼花海棠，啊，这个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啊，不一定要到森林里面的。在公园绿地，哦，几乎都有。那气候正常下，长期不喂糖水，不喂是糖水。气候正常，哦，这是重点。哦，气候异常的话就没办法。原始林区有足够的蜜蜂源，哦，这个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现在蜂农在平地养蜂，蜜蜂源是有一季没一季的。那他在原始林区希望有足够的蜜蜂源，那蜂蜜产量优良，哇，这当然见仁见智了。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蜂蜜绝对没有农药污染，绝对是符合生态的原则。然后你看一下他的记录哦，我是2018年去拜访他的6月5号，他说到2018的6月份已经采了10次。那最近一次采了103公斤，120箱。你看这个会输那个盆地吗？不输了，对不对？哦，所以当然这个莲花池试验中心哦，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因为这个从日据时代日本人就开辟的一个林业试验场所。这个历史很悠久，然后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全台湾阔叶树林最普及、最多样化的一个地方。
哦，作业术语。哦，当然我们以后啊，哦，我们有机会再带大家再去参观。好，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哦，现在是8:45，我们今天就到这里。